那微电影的部分，我们到今年办了第四个年头哈。那摄影的部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香港到现在，已经办了八个年头哈。那我们这次的总奖金哈，有30万。那摄影的我们的金奖哈，摄影比赛我们有准备了2万哦，要颁发金奖的部分。那微电影的部分，我们准备金奖的这个部分，我们准备了10万块哈，要颁给我们参加的得奖的个人哦，还是团体。那个截止收件日期是我们10月14号。那在年底我们会公开来表扬哦，来颁奖这些得奖的所有的参加的与会人士。那我们也会把得奖的作品，我们也会公布在公所的相关的一个网站来呈现哈。那最主要办理这个活动，是要给我们县的全省的乡亲知道，我们礁溪整个人文地理文化，整个山川景区的一个美哈，爱好摄影以及爱好微电影的好朋友哈，那一起来报名来参加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长官、每位贵宾，大家万事如意，谢谢各位。代表的甲工作者编列这预算，重点就是要行销整个我们的礁溪，啊，要行销整个礁溪，也要大家共同的来参与。啊，讲知影咱大家是一个岛，毋是敢有分散的嘛。咱嘛有，拄仔有啊，轮下，咱嘛有咱手工艺做大，啊，咱嘛有咱的一寡较早在大，要安怎食水的民生问题，咱是困难重重。啊，包括咱大家毋是敢有一个温泉尔，包括真侪，我听讲18村有18村的特色，来共同来创造大家的骄傲，你看到无？好，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微电影的振兴活动，我想这样的活动哦是非常有意义的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捕捉哦，在那个快门按下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可以记录整个礁溪哈，不管是过去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历史，甚至有礁溪的特色还有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景都可以透过镜头及微电影来做一些叙述来呈现给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甚至于我们可以给过去的观客来指导两个。那阅读力很高的这样平台如果能够透过微电影的方式来呈现更可以让我们礁溪的这样一个美跟我们的力量可以更呈现给大家能知道的微电影它是有感性的，有扣人心弦的感觉大家应该对礁溪会有印象，会有印象那未来我还是期许我们未来可以这样的活动，可以朝向这样有比较人文让人家可以更有这样的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面向去呈现，应该这样的活动会一定会更成功那非常谢谢。